啊，凯爷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都准备好了。但是大使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我等了10000多年，就是为了今天，我不想再拖拖拉拉的了。好的，那就和他们见个面吧。费灵，对上海怪号。大家或许很好奇，为什么今天我要集合各位？这个其实说来话长。你好像需要我的潜水艇。是的，如今苏拉马尔的封锁护照终于解除了，我总算可以回到我真正的故乡。那里有许多我的回忆，还有我遗留的东西。本来还以为再也回不去了，但现在我有办法回去了，当然需要各位的协助。酬劳会相当优渥。我的海怪号是最棒的，但我们还得再找个船员才行。我替你招募了几个人选供你选择，资料都在这里，你可以稍微认识一下他们。哈勒斯，欢迎加入，有你在，我觉得安心多了。大使，这是我的荣幸，而且谁知道我们在深海里会碰到什么。人选和准备工作都办妥了，我们启程吧。再一下下海怪号就可以启动了，交给我吧。真是太兴奋了，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坐潜水艇吗？对，我知道。这艘潜水艇感觉很厉害，要怎样发动它的引擎？你知道的，这要有点科技慧根才看得懂。太神奇了，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的。搞定了！不对，搞定了！我总觉得这是你自己随口编的。嘘，那是秘密。搞定了，弄错设定了。搞定了。状况都还好吗？我有点跟不上。非常好，没有问题。大使，我觉得最好不要打扰他。没用。搞定了。
敢相信。有艘苏拉马尔的船在跟着我们，看来像是巡逻舰。那艘不明船舰，马上停船。我们没有退路了。听到大使的话了吧？准备作战！别把他打沉了，造成足够的损伤，让他没办法跟着我们就好。知道，我跟他们也无冤无仇。就算击退了我们，还是会碰上其他危机的。你们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。那不正是重点吗？哈勒斯，我喜欢你的想法。一箭三雕，星辰连线，
星辰连线。承受更多伤害了，撤退回港口。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保住了海怪号，现在状况不错，可以继续前进。希望以后碰上的挑战也能像这样顺利解决。根据费林的旧地图，我们现在应该很靠近废墟的外围了。事实上，地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，我们是不是……等等，有东西出现了！费林，对上老响切！看看我们发现什么了，有旱鸭子入侵了我的地盘。你的地盘？哼，这里是苏拉马尔的水域。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，还有你的货物也是我的。请你的短剑，我们来决斗。你们一定觉得自己很聪明，想趁混沌失效的时候逃出去，不过你们太迟了。是这样吗？大使，别听他胡说，我们马上就能打败他。接招吧！接招吧！我真的没料到，才刚出海就要面对这么多阻碍。嘿，等我们抵达海底，就会是一片安详宁静了。希望如此。你太超过了。接招吧！这需要很多岩浆才行。准备作战了！怎么才出海没多久，就碰上这么多麻烦啊？放心，很快就搞定了。
你太超过了。接招吧！完工了。出差错了吗？要来谈投降的条件吗？小家伙，把你的拳头举起来。我没事干嘛呀？接招吧！血之丰富的一拳，拿起你的短剑，我们来决斗。我没事。别急，他马上就会自讨苦吃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。你好像什么都不担心。不是。我只是把心思放在更大的挑战上。接招吧！出了什么事啊？我没硬币就是规矩。我知道了，我们惹错对象了。你活该，最好别再让我们碰到你。反正这里都是好几千年的破东西，没什么价值。哦，还好他不知道。排除掉这个小麻烦之后，我们终于可以开始下钱了。不过那个奇怪的劫匪是不是又回来了？那恐怕不是同一个劫匪。费林，对上高牙。我是高牙船长，这艘潜水艇现在归我所有，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。坦白讲，要是他能找出操作的方法，不会很惊讶。这艘船很适合加入我的舰队。海洋可以，我宁可毁了它也不会交给你。伊尼，不要那么冲动。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和心血。
接招吧。这艘船你要做什么？我有我私人的理由。你这个说法太没有说服力了。接招吧。他们会付一大笔钱的。我办不到。我办不到。我办不到。你不乖乖把船交出来，我就在他身上开几个洞。算你们厉害，还真是难缠。在离开之前，我就送你们一个临别的忠告。你们应该把潜水艇给我的，那底下的东西可不是你们能应付的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想我应该……算了，有机会再说吧。妮妮，我们先下潜吧，以免又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个吗？高崖的船员让海怪号严重受损，我们得先维修一下。
你很快就能搞定吧？那当然。依你对上海怪号。哦，那些纯海盗居然这样破坏我的潜水艇！不，我需要那个可以那个的那个。东西都修好。对，就是那个，搞定啦！搞定啦！状况还好吗？还好啦，只是有时也有闷而已。我的用途是什么？飞黑海潜力。准备再试一次吧。请命！
准备再试一次吧。不行。我的用处是什么？快快来解密！他怎么会在那里？准备再试一次吧。那你要拖把吗？不要。准备再试一次吧。错误，容器过热。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
说依你，引擎的声音是不是比之前大声啊？那不是引擎的声音，有风暴要来了，而且它会朝我们直扑而来。废灵，对上飓风元素。我们该怎么办？别让水进来，现在浪太大了，我们没办法安全下潜。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风暴。可是你根本没去过多少地方，你也知道这些机会不是属于我的。太阳可以温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为了大使，完成朱文贝战斗。海怪号可以进多少水还不沉？大概比现在这样再多一点，但也就一点点。只要有我在，这艘潜水艇就不会有事。我太喜欢这家伙了。为了大使，接招吧。你太超过了，接招吧！为了大使，
是有办法赶走他们，可以拜托你们别再拖了吗？接招吧！接招吧！啊，还真是千钧一发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开始下潜吧，那里比较安全。你对安全的定义怪怪的。静一下了。我收到海面上传来的讯息，听起来像是求救讯号。我们得赶紧去救人，快浮上去。照这个样子，我们永远到不了废墟。不过你做了正确的决定。废灵，对上玛雅船长，拜托，谁来救救我们？我们的船要沉了。我们能帮什么忙？趁还有机会，帮我把所有人都撤出来。我们是一艘商船，但船上有普通乘客，请救救他们，大家都应该恐慌到极点了。没问题，我会帮忙的。优先救人，但如果心有余力也能抢救一些货物的话，我会给你额外的奖赏。做正确的事本身就是奖赏。太阳可以温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接招吧！
我们本来沿着航线航行，但突然出现的风暴把我们吹离了航道。我们也看见那场风暴了。接招吧！我航海了这么久，居然还没看过这个地方。现在你在古代城市新艾萨拉的废墟上方。我没空分心问你这是什么意思。你太超过了！温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为了大使，接招吧！感谢各位，我们已经放下救生艇，让所有生还者都坐上去了。要是没有你们出手帮忙，今天肯定会死伤惨重。只是一错当为而已，回城的时候千万小心。我会的。要是迫不得已，我愿意和我的船一起葬身海里。下面的状况怎么样啊？相当平静，我们可以下潜了。哈，那就怪了，从我们出发以来事情就没有平静过，这么平静反而让我觉得怪怪的。卫灵，对上风苏玛的
难道是？哦，我的齿轮呢？我们得赶快逃！我们已经被抓住了，而且引擎的推力没办法挣脱这么大的东西。惊奇歼灭场区！惊奇歼灭场区！惊奇歼灭场区！才解决一个，就又冒出一个。只要我们有耐心，就会出现合适的时机。全力保护大使。歼灭场区。太阳可以温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歼灭场区。接招吧！完工了。我们得赶快逃！我们已经被抓住了，而且引擎的推力没办法挣脱这么大的东西。
近期歼灭差距，近期歼灭差距，近期歼灭差距。才解决一个，就又冒出一个。只要我们有耐心，就会出现合适的时机。太阳可以温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温暖你，我跟你拼了！只有一个海怪可以安全离开这里，就是这样。我会全力保护大使。接招吧！
全力保护大使。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力道虽有光，接招吧！我让事情变得容易多了。护身符呢？等我们脱离危险。各位，我有坏消息，我们没办法离开这里。海怪号的漏洞比哥布林的十年保护条款还多。要花多久才能修好？我也说不准，但我们最好快点动手。有人看到我的护身符吗？依你对上海怪号，请大家保持绝对安静，不要害我分心。说不定我还有机会在船沉毁之前修好它。我真的很担心我的护身符。天哪，天哪，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我说了，请保持绝对安静。
行的策略而已。天哪天哪，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我说了，请保持绝对安静。唠叨了什么？我只是还在思考可行的策略而已。
可行的策略而已。
有时候我宁愿他们在讲话，我才不用一直听到自己思考的声音。可行的策略而已。哦，有时候我宁愿他们在讲话，我才不用一直听到自己思考的声音。那么重要，那是我最好的朋友为了庆祝我当上大使送我的，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哇哦，要是他知道你还这么喜欢他，一定会很得意。不过这不可能了。费林的旧地图和这里的地形不一样，我们搞不好走错路了。我也认不出来这是哪里，我所知道的世界已经消失了。你有认识什么鱼人吗？因为那个鱼人看起来对我们很不满。费林，对上莫加拉克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海怪号被鱼人包围了，快把他们赶走。
这些鱼人不是什么大威胁，但更可怕的敌人可能会被他们引过来。你说到重点了。妮妮，海怪号还撑得住吗？我把它维修得相当坚固，被鱼咬几下伤不了它的。到处可见的鱼人可在海上稳定供应厨房的需求，现捞的鱼人可以做成还说得过去的生鱼片和拌饭，但你也可以把它加进香辣海鲜炖菜，让鱼腥味更不明显。但如果硬要说它和尾鱼一样，应该没人会相信。进行歼灭场剧，完工了。你真的对这附近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我也想记起来，但是整个都不一样了，我们只能从头开始探索。这些鱼人不是什么大威胁，
但更可怕的敌人可能会被他们引过来。你说到重点了。观察、分析、交战。伊尼，海怪号还撑得住吗？我把它维修得相当坚固，被鱼咬几下伤不了它的。歼灭程序。你真的对这附近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我也想记起来，但是整个都不一样，我们只能从头开始探索。或许他们觉得海怪号是同类，看他们啃成这样子，应该是把海怪号当成点心了。太离谱了。我会全力保护大使。
真是难缠。好在我们还是赢了。希望能一直这么好运。我可没那么乐观。我们总算抵达我要找的这座废墟。其他人都在休息，他们不会注意到我的行踪。我稍微离开一会儿，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影响，对我却非常重要。哈勒斯，对上魔法雕像。根据传说，打败这座雕像就能证明你比其他人都还要强，并且有着纯正的心灵。我会证明我有资格。醒来吧，雕像，开始试炼吧。你是自愿面对这项挑战的吗？是的。失败的人会永远消失。我不会失败。这个试炼考验的不止力量，还有强大的心灵。我会证明我的本事。接招吧。生者要向我们学习。接招吧。化为灰烬。完工了。我训练了这么久，但还是无法突破，到底是缺了什么？接招吧。生者要向我们学习。我们，你为什么要偷偷跑走？大家是来帮我的吗？单打独斗可不是好主意。我的技术搭配你的齿轮，也是天下无敌的。
我会全力保护大使。你过时了！融化！生者要向我们学习。你过时了！这是一趟危险的旅程，你要保重。是我领导，现在我懂了，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有限，但只要团结合作，就有无穷的潜力。是我领导有花的融化，为了大使，接招吧！是我领导有花。要向我们学习。接招吧！为了大使。接招吧！为了大使，你过时了。
城，你要来吗？是我领导有方。我会全力保护大使。是我领导有方。或许拥有力量，但心灵需要有其他人才能真正强壮。你通过我的测试了，用这份礼物来帮助你的朋友，你的光芒就永远不会熄灭。我明白了。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要恭喜你，哈勒斯。大使，谢谢你，我不会忘记你的恩情。看到了，那里就是我要找的地方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大老远过来只是要看看这堆石头吗？那是伊凡拉家族的遗址，我最要好的朋友的家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和达希尔伊凡拉整天腻在一起，而且天不怕地不怕。想当年啊，怎么样也想不到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菲林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讨论一下。好啊，是要讨论下个恶作剧对象吗？是严肃的事情，我已经推选你担任苏拉马尔大使。苏拉马尔？但这样我就见不到你了。你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，菲林，城外现在很不平静，怪物到处肆虐，反抗势力试图阻止他们，但皇宫却在阻挠反抗势力。我才不管那些事情。拜托，快点离开。还有，带着这个护身符，我会尽量跟上。于是我去了苏拉马尔，但达希尔还待在新艾萨拉，一直到大崩裂开始。我要等到赞因拉回来，然后我们就能一起离开。不知道费林在苏拉马尔会不会担心我？做些什么可怕的事情？
所以皇宫的报告是正确的，末日降临了。时间做什么？我们得前往皇宫。不可以相信他们，我们应该赶快去苏拉马尔。不行啊，弟弟，我们家发誓效忠艾萨拉，他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。老朋友啊，过了这么久，我终于可以把护身符还给你了。谢谢你，达希尔，感谢你所做的一切。嘿，凯爷，干嘛？我不是要破坏气氛，但我觉得有人在附近。费林，对上，神秘访客，现身吧。不记得我的声音了吗？我想你应该很久没听到我的声音了。达希尔，真不敢相信。哦，我要谢谢你救我一命，我这一辈子都欠你。你怎么活下来的？终于女王的人都活了下来，但是也改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达希尔，住手！你为什么要攻击我们？所有的地面人都是我们的敌人。我做不到，我不能对你出手。大使，我来接替你。你们都是囚犯。抱歉了，软软，我正在忙。这样，事情注定会变成这样。我的姐姐在皇宫里，
我没有选择的余地。监牢在等着你们。我没办法接受。他的陷阱布得太好了。太阳可以温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要你离开，但是那些困难跟障碍都阻止不了你。在黑暗中，圣光会更加耀眼。记得我的声音了吗？我想你应该很久没听到我的声音了。达希尔，真不敢相信。哦，我要谢谢你救我一命，我这一辈子都欠你。你怎么活下来的？终于女王的人都活了下来，但是也改变了。一切都变了。大希尔，住手！你为什么要攻击我们？所有的地面人都是我们的敌人。我做不到，我不能对你出手。大使，我来接替你。没办法回头了。
在哪？监牢在等着你们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事情注定会变成这样。我的姐姐在哪里？我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技能低，然后你，我没办法接受。他的陷阱布得太好了。是囚犯，太阳可以温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黑暗中，圣光会更加耀眼。先有海过，还有水过，监牢在等着你们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温暖你，事情注定会变成这样。我的姐姐在皇宫里，我没有选择的余地。软软，我正在忙。你们都是囚犯，我没办法接受。接招吧！他的陷阱布得太好了。接招吧！你过时了。
一直在想办法要你离开，但是那些困难跟障碍都阻止不了你，没有用的。在黑暗中，圣风会更加耀眼。接招吧！接招吧！不要理我！照亮我的道路！为了大局！接招吧！不要理我！照亮我的道路！打起来才飞呀！像逆转浪潮，只会搞乱你的头脑。照亮我的道路！接招吧！我要把你们送进皇宫的监牢。我求求你，不要这样！我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。没救了，我们输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你的老朋友居然把我们关起来，真是混账！你确定你的回忆在这么多年以后没有出错吗？伊妮，拜托一下。大使已经受够了，那我们就得想办法离开这里。我敢打赌狱卒身上一定有什么可用的东西。太爷，对上，深渊狱卒。我来吸引狱卒的注意。哎，你这个长过头的臭海螺，自讨苦吃。他的确是注意到我们了。哇，你的战术分析能力真是惊人。
大使太灰心了，我们得挺身面对这个挑战。没有用啊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从雕像的考验学到很多东西。在黑暗中，圣光会更加耀眼。讲话的口气还真像大师。在黑暗中，圣光会更加耀眼。照亮我的道路。太阳可以温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接招吧！照亮我的道路，沉溺在悲伤中吧！你的狂怒是我的力量。有用的。照亮我的道路。你过时了。太阳可以温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
万金木难，鬼妖错怪。接招吧！不要理我！成功了！万金木难，鬼妖错怪！我的技术倒退你的齿轮，简直天下无敌呐！接招吧！不要理我！你的手在，我的牌不多了。没有卡牌了，找不到的，皇宫太大了，我们一定会被抓到。那个交给我担心就好，你得先治好你的心病。应该没人跟你们说过，但是你在打造这种无价之宝、独一无二的发明的时候，一定会装个追踪装置在上面。依妮，你真是太棒了。那还用说，海怪号就在这个方向，保持安静，我会马上把一切都准备好。依妮，对上海怪号。我的齿轮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状况很糟吗？一直都没好过吧？闭嘴！我要专心。我们得赶紧上船。闭嘴！听不懂吗？白兔，你要戳破我的泡泡！一个俾我，一个俾你。搞定了！
三度。Thank you.
风暴线圈强制操作。不过我得先回想一下该怎么做，这只有我办得到，除非我比我自己聪明。
干脆把我留在这里吧，都是因为我才害大家惹祸上身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大家都拥戴女王和皇室，我从来没想过那代表的意义是什么。我完全没料到他们会变成怪物。过度的谦和与自责反而会成为枷锁。只要我们彼此扶持，就能看开这些事情。我明白了，我会一直支持你们。奇怪了，引擎正在运转，但我们没有在前进，好像有逆向的海流把我们困住了。我们应该出去外面看看情况。费灵，对上，暂赢啦！达希尔警告过我，要对你们多加提防。拜托，让我们走吧，我保证我们不会再回来。你还不懂吗？入侵者只有死路一条。想逃，只会让自己死得更快。这种威胁对我可没用。给我游回你的老家！我们只能撑多久算多久。
太阳可以温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去苏拉马尔是为了获得一个有力的盟友，不是要救你的命。这对他来说只是一场棋局而已。你骗人！为了大使，接招吧！水会不断变化流动。接招吧！我的技术倒推你的齿轮，简直天下无敌大！你们都是囚犯，达希尔。你又要和我们战斗了吗？看来一次还不够。你真的大老远跑来这里看我弟弟吗？其实他根本一点都不在乎你。这是我听过最惨的事情了。你们自己的下场才叫做惨吧。你就是最大的宝藏。招吧！都是囚犯。不屈服就得死。这不了舍得尊贵的女王。接招吧！这是必然的结局。
退上，暂隐啦。达希尔警告过我，要对你们多加提防。拜托，让我们走吧，我保证我们不会再回来。你还不懂吗？入侵者只有死路一条。想逃，只会让自己死得更快。这种威胁对我可没用。你办好我的事情了吗？我们只能撑多久算多久。不屈服就得死。我会全力保护大使。派你去苏拉马尔是为了获得一个有力的盟友，不是要救你一命。这对他来说只是一场棋局而已。你骗人！就是最大的王法。给我游回你的老家。接招吧！为了大使，你们都是囚犯。达希尔，你又要和我们战斗了吗？看来一次还不够。你真的大老远跑来这里看我弟弟吗？其实他根本一点都不在乎。是我听过最惨的事情了。你们自己的下场才叫我惨吧。我们技术大队，你们铁轮真是天下无敌的。你过时了！
都是囚犯。水会不断变化流动。指引我，海洋的葬礼就在身旁。海洋的葬礼就在身旁。这不了是尊贵的女王。海洋可以温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清晰的预兆。你们都是囚犯。我会全力保护大使。把你们送交女王审判。我可不怕她。我说什么都没办法让状况变好，但我保证我会奋战到最后一刻，我不会再抛弃你们。费林，我很抱歉。朋友，该抱歉的是我。费林，对上艾萨拉女王。哦，赞英拉，你今天带了什么来给我？女王陛下，他们是陆地来的入侵者。太好了，该让谁来处置他们呢？你想得美，暴虐无道的你必须接受惩罚。这是你活该。太阳可以温暖你，也能灼伤你。
接招吧！我的技术倒退你的齿轮，也是天下无敌的。给我游回你的老家！我会全力保护大使。你过时了！接招吧！退缩，我会保护大家的。为了大使，又让我失望了。继续下去，直到有人死掉。舍得尊命。给我游回你的老家！真不了舍得尊贵的你。也能灼伤你。仆人可比不上团结的盟友。
给我留回你的老家。陈不良是我尊贵的女王。接招吧！为了大学，接招吧！看来我只好亲自动手了。指引我，为了大石，我会结束你的生命。会失去一切都是你害的，你必定会遭受报应。会吗？或许看到熟人的脸你就会犹豫了。这一次我不会也能灼伤你。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你过时了。
阳的葬礼就在身旁。达希尔终于下定决心了，这个护身符拥有隐藏的力量，快使用它。不要担心，我会勇敢面对我的命运，就跟你一样勇敢。达希尔，糟了！大使，赶快行动！真不敢相信，我们该走了，他的手下随时会涌进来。哈勒斯，你怎么知道事情会变这样？我从这趟旅程中学到不少东西，但现在该结束了。是，你还好吗？我的心情还是难以平复，毕竟他真的拯救了我，而且你们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帮我。老实说，我们也是在自保，但你也知道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度过重重难关。不论过去或现在，朋友都会在你身边的。我不知道原来海底下隐藏了这么多的秘密，但或许我现在有机会解开它们了。